身为道源，功德妙啊！正思维起正道法，信心坚固，心愿起嘛。礼敬佛像，尊善念，常常甲大家人讲，身为道源，功德妙，重用一切诸善根。伊个成长了，一切善根啊，所以咱一定爱信，信伊佛陀所说的道理，咱也会当深深信仰，那自然啊，咱的心也是伫正法中。虽然伫几工前，甲大家人讲过五坚固法，啊，坚固就是讲真定的道理吼，佛陀在世。大家人听法会当修行解脱，这是一定的，真坚固的道理存在。佛灭多好啦，五百年间啦，就是啊，大家人也是相信，但是修行的困切，迄粒信心嘛。他松动起来。第三个，五百年啊，那就是文化，听话的人多咯。确实呢，修行的心淡起啊啦，信心呢也已经呢淡薄啦，只是干那听话，确实呢无用心。要修，也无信心呢，会当静，所以啊，无真心修，也无法度呢，会当通正果解脱。这是第三个时期，第四个时期咯，那就是干那造像、建塔、寺庙等等啊。这呢叫做穷法，最乎人心痛，就是第五个坚固法，那就是道经。佛法伫这个时代啦，这个时代呢五浊恶世啊，所以就人甲人的中间，虽然有听到法啦。确实呢，无有真心想要了解佛法，无想要好好听，无想要表达虔诚，一礼拜、顶顶啊，拢总是信心、尊重，拢已经淡薄去啦。修世俗事呢，安尼。颠盘着，无法度专心，真侪代志啊，不断的都伫咧计划中，网络啊，不断都是伫咧开发中，忙啊，哦，一个公司有交往，啊，阁有机会，会当两个公司挽救未？啊，也阁有机会啦。把握机会啊，搁再去哦，这种扩大连锁啊，不断的从小小啊开始，真大，几十个员工，几百个员工，几千人的员工，哦，几万人员工咯，那就感觉无用啦。哪有时间呢？这是现代人啊，所以未当呢静下心来接受佛法，无迄个心思啊，
通好静落来，好好想人生生从何来，是何去向？人生来个世间，到底呢是啥物目的来？人甲人诶中间，有啥物款诶道理存在无？即个代志已经呢，伫人类啦，都拢总已经淡掉啦。真少诶人去想，人甲人诶中间呐，迄个道理存在，所以只顾忙碌，或者是应酬，或者是享受，一天诶时间有偌久呢？所以佛法要自立人心嘛，那就难呐。人心欠缺了佛法，人间的轨道呢，都会乱去。所以啊，人祸天灾多啦，受苦的人也真多。那人生若欠缺了迄个佛法轨道，佛法的轨道呢，就是提倡众生的四方誓愿呐，甲四无量心。四方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陀无上誓愿心。这么多众生在受苦受难，这种的心态啦，混乱啦，应该要发心来度众生啊。在物质上的苦难，在人间中冲突家庭不调和的苦难，或者是呢心迷乱啦，这种心灵的苦难，到底是什么人要来辅导呢？到底什么人会当去解救拔伊的苦难呢？啊，这都是因为佛法不助人心啦，佛法哪会当助人心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不管众生是受什么苦，是身体，或者是环境，或者是心理，顶顶的苦，只要有佛法，愿意发心，那世间的苦难人，都会当受得救啦。人间的轨道呢，都会正，所以发心度众生啊，发心呢，家己爱弃除烦恼。你若无有弃除烦恼，佛法无法度入心。那佛法入心了后啊，咱才会知影，人人本具佛性，人人呢都有成佛的可能，不是干那可能，是一定。因为回归咱原来的本性啊，所以四方誓愿是佛法自立心来。要问各位，这佛法有自立咱的心也无？若有自立咱的心来啊，那就是正法。咱的心中还是2000多年前佛祖说的法，开出了菩萨道，教菩萨法，咱的心也搁是伫这份法入心的轨道上，不只是心，心中
有法啊，搁在心中搁有法，那就是四无量心。四无量心啊，慈悲喜舍，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，这种慈悲喜舍在咱的行动中，众生在倒位在受苦难啊，不忍心啊，人生恶痛，一直都下。希望众生人人会当平安幸福，亲像父母心伫咧对子女共款，知影子女有苦难啊，那一念心啊，所以佛陀称为四心诸佛，所以佛陀呢对众生啊。以人天导师的心，毋忘人人的成就，这叫做大慈无量。以四心诸佛的心来看待众生，那就是不忍众生苦咯，这是悲无量啊！佛陀呢？教导众生，希望众生啊，爱在这个人伦道德上，在这个轨道内行。那安尼，人人心安呐、啊，立定呐、啊，啊，立定心安呐、啊，就会当平安自在。欢喜啦，这就是心中的欢喜，得法喜充满，有了喜无量啊，赶快都爱带下，付出，付出，无所求有，这叫做下无量。那心中有法，行中有法哦。那这都是呢，咱所要修行的过程。啊，咱啊要修行啊，一定爱信，相信伫2500万年前迄当阵佛陀所说的法，这呢是咱的道路，是道源呐。好咱会当去付出法，会当入心法四弘誓愿，会当力行四无量心，这呢，这是不断的咱的功德的来源，不断产生呢，咱所做作信心的行为，所以叫做道源功德庙吼。正思维会当引导咱伫迄个正思维啊，去正道法。咱那些思想真正的正确思维，到底代志是非啊，咱会当分清楚。时时呢，去发了咱正道，咱要行的路。是正道，唔只是自己行以正道，咱要阁启发别人，也是爱行以正道法啦。所以讲，信心坚固，心愿深。你的信心啊，真坚固啦。你的心愿都真深咯，吼！四弘誓愿永远都伫咱的心里，四无量心永远都是伫咱的行动里，吼！所以前面所讲过去啊，不管是遇到塔庙佛像，咱拢爱恭敬吼，不管是做。的人
或者是看到起着欢喜，生出了信心，追求佛法的人，或者是所听到的，唔只是干那用耳啊听，咱爱搁再唱诵出来吼，那歌唱爱搁再念出来吼，那是安尼的人证明呐，就讲。如是众妙音，尽持以供养哦，悉以欢喜心，高倍上佛德啊，乃至一消音嘛，皆以成佛道。这是证明呢，安尼讲的哦，吼，佛经的经文呐、啊，咱现在搁接落来呢。若人善乱心嘛，乃至以一花供养以化虫，将见无所佛啊！或有人礼拜，或佛但合掌，咱都爱知呀。若人善乱心，好，咱即嘛是得。500年的时代啦，人的心嘛，就是散乱去了吼。所以啊，因为心散乱呐，造作了真多呢污染的恶业吧。所以现在叫做五浊恶世。所以迄当阵的佛陀啊。就安讲，若人善乱心，拢是讲伫未来的现在啦吼。若人善乱心，现在的人、未来的人，那有这个善乱心，这个善乱心啊，是凡夫的心呐、啊。咱的心拢是流动吼，流通，流动就是呢，晃动起啦吼，安尼晃动伫迄个六道的境界里。安尼流传呐、啊，晃动啊，伫、迄个绿顶呐、啊，绿顶大家人都知咯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种呢，诶绿顶呐，安尼呢，去伫咧堆积，伫这个声色欢乐当中啊，流传伫迄个所在。或者是呢，沉迷在迄个享受的欲乐的内底，哈、啊！即嘛，咱会当常常看到人啊，真侪人的地方，拢是去游览啦，或者是虾米款的节啊，宴会啊，放宴会啊，放天灯啊，哈、啊！真侪呢，拢是集中。人潮吼，那人潮拢伫迄个所在哩，或者是呢，真侪即个歌舞啦、等等啦，真呢，拢总是伫即种呢，那吃喝玩乐吼，啊，食啦、啉啦、啊，佚佗啦、等等呢，这叫做六尘的境啊，亲像阿弥的心。分秒都不能自已，明知知影，讲咱心爱收落来，但是呢，不能自已，一秒钟呢，心就走去啊。古早我若讲，咱静坐心呢，啊无咱就素食观吼。啊，将你的呼吸出去，接收倒转来，再另外一个呼吸出去，收倒转来，两啊，
这叫做素食观，算进两三哦。有当时吼，算啊，还未到十啦，啊，都唔知走得倒去啊。心呢，那进两三开始呢，就已经啊，一种想入非非的环境呢，你的心就走去啊。所以啊，这种分秒都不能注意，不得安住心。咱这个心啊，都是予咱安袂掉啊。这呢叫做散乱心啊。叫做善乱之相，这个因自所缘是安怎？咱的善乱呐，就是因有种种境界啊，来牵引呐，为缘呐，和咱的心呢，安尼流动为性，因为呢，外面啊真动呐。使咱的心呢，时时也在动中，所以啊，会障碍了咱的正定。所以咱要即马要修行，第一项的障碍呢，你要甲去除。这个障碍就是咱的习气啦。所以好好用心啊，除掉了你的习气。啊，你若要低调习气呢，那就是需要呢，咱爱时时虔诚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培养咱的诚敬信心，咱才有法度呢去除啦。咱现在呢，这种贪恋在迄个欲念中，所以必定爱用法。对治，也那无呢？这恶慧所以为业，那咱那是直直和这个习性啦，安尼甲咱障碍啦，就是咱的智慧呀，也同款会暗开起来，所以啊，所显出来就是聪明。现在聪明呢，就是咱的习性，安尼伫咧改转动，所以伊就去做作，用这个聪明去做作啦，吼。这聪明就是恶慧，恶的智慧，就是叫做聪明。以善乱心嘛，所以和咱的心呢，安尼飘飘然，无一个踏实的感觉，吼。散乱心飘，吼，就是漂浮、轻浮啦。那就是因为信心、信根无定落去啦，信心无深啦，所以才会有这种散乱心轻飘，吼，那亲像毫毛共款啦。啊，足轻的一丝啊，微微的风啊，伊就甲吹咧叮当飞啦吼，这呢低散不停啊，不可制止，只要有风吹一下，伊就安尼直直飘咯吼。乃至于一花，那咱嘛会当好好来做，要做咱这颗心，就是需要定
照着这份的虔诚的心来献花供佛，安尼呢也会当讲吼，在佛像的面顶，那供花供佛啦，在迄个所在抄经礼拜啦，安尼呢，迄个心慢慢搁该捡倒转来，用安尼的供养啦，以化强。渐渐无所佛，慢慢啊，即心即佛。咱若是有这份虔诚的心，慢慢培养出来，自然啊，伊就渐渐无所佛，就是一心不乱呐、啊，虔诚供养吼，诶，佛像这个画像吼啊，或者是呢一朵花，或者是呢一个壁画啦，只要你的心中。有虔诚的心，安尼礼拜合掌，安尼拢是成佛的因吼。或者是有人啦、啊，愿意安尼恭敬礼拜呀、啊，或者是呢听法安尼合掌，表示虔诚。安尼呢，这种东西，予咱真方便呐、啊，会当。弃敌善乱心的方法啦，所以咱学佛啊，应该呢，爱心存伫过去佛的时代所对咱的教育，咱爱信心，那信为道源，功德庙，大家人一定爱会记哩，信心爱深啦，吼。那来正思维，凡事都要真正思维，才会当靠启发出了咱的正道法吼。圣经一定爱坚固啦，咱的心愿才会深。那会当安尼来礼敬啦，甲佛在世都无过一哦。那安尼呢，就是正法自世。咱人人的心还是呢，爱用最虔诚啊，敬佛而佛在，这份虔诚恭敬心，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啊。